对，我会邀请我的朋友一起来学嘎达兰，是因为我觉得嘎达兰在这个地方很有用，因为你学了这种语言以后，你学法文或是学葡萄牙文都会比较简单。更重要的是因为你生活在这里，然后如果你会讲嘎达兰的话，你可以就是去超市啊或去餐厅的话，大家也都会对你比较和善，然后也都就是大家都会对你很有礼貌，所以我觉得嘎达兰是一个很无敌，是一个很好，然后也很有趣、很美的语言。El meu país d'origen es Taiwan. Fa un any estic a Barcelona. Amb els amics sempre parlo català. Penso que català és molt bonic.